卡迷你世界中的梅斯拉，它是一只恐龙。官方大大说，在它行走的时候会留下恐龙爪印，并且我们发现第一人称视角之下，它的手臂是恐龙爪子，是绿色的。那么迷你世界中最强的 BOSS 虚空幻影，在第一人称视角之下，它的爪子究竟是什么样子的？小伙伴们，你们难道不好奇吗？如果你在迷你世界中也挑战过虚空幻影，那么请点一个赞。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，我们发现迷你世界中的虚空幻影，它生活在火山地形中，并且火山在迷你世界中这是一个隐藏地形，很难被找到，在地图上也被抹去了，是白茫茫的一片。在评论区中扣出6666，你将会知道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快速找到火山。并且我和学姐发现，到达火山内部是有三个祭坛的，在祭坛放上3件圣物，最后再放上烈焰断剑，此时的虚空幻影它就会出现。那么第一人称视角之下，虚空幻影的爪子究竟是什么样子的？今天我和学姐有幸变成了虚空幻影，现在我们就来切换自己的视角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看，第三人称视角之下，它的爪子是铁钩样子的，现在我们切换成第一视角，哎呦我去，居然是人类的手臂。